人类变成黑士兵的速度越来越慢了。报告霍元大帝，逃避机械兽被神兽战队打败了。有神兽战队爱宠啊，我一直很看好你，想办法解决神兽战队，这事不能再拖了。明白。爱宠大人，这次的计划肯定能成功。我要让神兽战队有来无回。黑晶圆，万物同化，黑晶圆，去吧。要去海岛度假了，渣渣渣好高兴啊。听说那里的椰子很美味，我要一口气喝十个。你就知道吃，草裙舞才是海岛度假的精髓。现在就差燕子了，他一到，我们就到黑白怪家接小鸡皮，去海岛度假。好耶！燕子怎么还不来？我去看看。赵燕，该走了。叶辉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这样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好看，我们快走吧。哦，等会儿，我先看看旅行攻略。哎、没时间了。好吧。带什么衣服好呢？什么？行李都还没收拾啊？这件，着什么急呀、啊？哦，本小姐果然穿什么都很美。走。啊，叶辉，你慢点儿。你们终于来了！糟了，我忘了件很重要的事。什么重要的事啊？我忘记浇花了。神兽战队怎么还不来？亏我们半夜就起来准备行李，打个电话催催他们。黑哥，你干什么？你怎么还留着手机？不怕变机械兽啊？肯定是神兽战队。这好像不是猎天号。是战战机。小鸡皮。小鸡皮，我们现在走了。小本事，叫神兽战队帮忙吧！小鸡皮，小鸡皮，小鸡皮怎么了？小鸡皮，刚才被狼狈怪抓走了。你们早点来就好了。都怪我。如果不是我拖拖拉拉，害大家迟到，小鸡皮就不会被抓了。燕子，别太自责。狼狈怪刚走，我们肯定能追上他们。那还等什么？快走啊！快看！大家启动超能金甲，热情生活，心怀天下，热心金甲武装，专注目标，心无旁骛，专心金甲武装，信任伙伴，心心相印，信心金甲武装，关爱生命，心存悲悯，爱心金甲武装，童真无邪，心如赤子，红心金甲武装。小鸡皮在哪儿？在这儿呢。小鸡皮，小鸡皮，燕子，小心有诈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燕子。
你说本小姐真漂亮呀，你眼光真好。拖延地雷果然厉害，我的拖延地雷当然厉害了，它能够释放拖延能量，让人忘记最重要的目标，把时间都花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。你倒是快点继续进攻啊！着什么急呀？等会儿再说。还有很多时间，先玩会儿滑板吧。嘿。嘿呀，哦，哦，呀，哟，哦！大家快去救小鸡皮呀！着什么急呀？天大的事也得先填饱肚子啊！干脆别叫神兽战队了，叫拖延战队吧。嗯。现在该继续进攻了。哎，张力被打了，大家快帮忙啊！张力身体好着呢，打几下就得按摩了。没用的，他们中了我的拖延地雷，已经忘记战斗这件事儿了。轮到你了。哎。的烤串儿，拖延机械兽总算不拖延了，快干掉神兽战队！急什么？慢慢来，反正他们也跑不了。不如先吃点东西吧。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这哭声好耳熟啊，是我认识的人。我好像忘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。懒得动弹，但是再不行动好像就要失去他了。失去谁？集中精神，快点想起来啊。小鸡皮，我们是来救小鸡皮的。什么？居然可以突破我的拖延能量。只剩30秒了，拖住神兽战队。神兽战队是你们逼我的。小鸡皮在这儿呢。哎呦，金盆仔干得好，不仅暗算我，还敢绑架小鸡皮，接受本小姐爱的审判吧。脑后泡，轻重缓急全颠倒，这可不好。
薄膜层层要迟到，懒散生活一团糟。